是嘞，一个制度啦吼，要改变，唔是一工两工之间我都改变的。包括这个专人建议这个部分呢，我相信讲会当予咱所有的咱全国人民呢，会当讲啊来真心正正啊，予恁感觉讲呢，会得到讲恁所要爱。咱这个民进党地方政府哈，啊，自五二抗这个接政以后，那么对着呢，咱的这个施政的大方向啊，来这个呢啊，支持对着咱的每一个选区啊，来这个办理着这个基层民众的这个台湾好政，和咱的民众会当了解哈啊，到底这个小英政府啊，是咧为咱的这个民众咧拍拼咧做的这个工作。啊，实际呢，啊，透过着咱的这个台湾考证，即个这个重大施政的这个功用啊，来这个甲咱民众做一个说明。开这个台湾好证吼，即个政府也感受到今麦的民调低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一挂人民对伊呢信心无够，所以讲伫遮。啊，当然啦，开这个好证说明会，啊，就是讲咧，啊，要来宣导啦吼。即个目前就是讲咧，啊，对小英政府是讲咧宣导无够，啊，而且咧，啊，我感觉讲人民咧，我无啥有信心啦。我想讲吼，啊，而且应当爱对讲咧小英这边遮吼，所有提出来政策，那么有咧做啦吼，啊。但是呢，啊，目前是讲呢，因为马政府留落来，这个烂摊子做了无介好，所以要加强宣导。